娱乐至上，小歪解说。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魔兽争霸三比赛的第二场。之前有半个月啊，其实我都没有好好的发过什么微信的内容，然后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为什么。以前我是每天都会发一篇，每天都会去找一些素材，去找一些网上的文章，对，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可能也是一些非原创的，说的不好听点，其实就是盗版的，对吧？每天都会去盗版一下，然后最近半个月没有去盗版，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懒了吧，也有点迷迷糊糊的感觉。对，好，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这边我们看到是 Hope Star 蜘蛛流，这边是 ZDR 红色的兽族，地图是海龟岛近点。一哥这边表示英匪的主机，我白牛都没出来他就来了。哦，他还在分析他跟范一哥跟这个 Hope Star 的一个比赛，大家可以待会儿，哎，回头我关注一下什么比赛，说了这么的起劲，可以关注一下嘛，关注一下又不怀孕的。首发英雄还是剑圣，老规矩，对吧？这剑圣这个英雄不吃亏，剑圣这个英雄真是不吃亏。我发现啊，有一个事情，就是之前一段时间那个肯德基不是，当然可能也不止肯德基啊，很多就是被爆出那个什么食品卫生的一个问题嘛，就是那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肉有问题，对吧？反正就是，然后我发现这段时间肯德基的广告投放力度非常大。对，然后前段时间我还记得接到一个新浪微博的一个电话，说啊，有一个肯德基的广告，问我要不要发。然后，当然我还没有发啊，我还没有发，说是有可能有，对，然后跟我问了我一下价格，对，到时候我看情况吧，我看情况啊，看情况啊，对，就你他们如果说。就是这个广告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会发一下。前两天其实我还接到一个广告，就是新浪微博那边一个广告，微任务的一个广告，说，反正我也不太懂那东西，说反正意思就是简单的说就是，阿里的什么云服务啊有什么问题，什么 I O E 的什么 I S E， 我没看清，我也没仔细看，然后我就百度了一下啊，我发现这个东西水很深，我发的话也搞不清楚真假，我就把任务给拒掉了，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的意思是我可以发广告的，对吧？我可以发广告，不是说我伟大了把那个东西给拒绝掉，不是，是我可以发广告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发的是那种什么客户端游戏那种广告，哎，随便大家发一下，对吧？不影响大家看我关注我微博，我呢又能赚一笔钱，我就这么想的，简单粗暴，哎，这个骷髅不吃亏。所以呢，但是我很少接不到这样的活。因为你想发一个微博，哎呀，比卖肉松饼赚钱啊！你卖肉松饼卖100个才赚了多少钱啊？可能还亏本，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就发现发个微博还是可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小故事。对，这个是一些可能别人不会跟你说的一个故事。好的，那我们看到这边，这个他在那边一直说话，可能这个东西我要跟他解释一下。哎，一发 C 掉。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范一哥一个人在那边说话自言自语，很多人上次也在那边说，哎，说好像上次是那个 Hope Star 在那边自言自语，很多人说，哎，这什么情况，为什么他那边一个人在那边乱七八糟一直说，然后也没人搭理他，为什么这么停吗，这么话唠吗？不是啊，其实他这个有些采访的话没显示出来，所以你看到可能就是他一个人的说的话，其实他还有别人说的也说话了，对，别人也说话了啊，可能就没显示出来，所以这是录像的一个问题，大家别这么天真，好吧，是这么一个情况，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前期的话 ZDR 跟这个 Hope Star 其实都没有赚到什么便宜，双方都在那边折腾，哎，药膏没有被抹掉。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大机又来一个，现在已经看到了是四个大机已经到位了吗？四个大机马上已经到位。好， Hope Star 这边三个蜘蛛，哎，我感觉要补一个通灵塔。好，这骷髅又看到了，这骷髅经验啊也不能送多啊，还差了28点经验就能升到两级。哎，砍掉。29人口的一个兽族，而这边现在三个大机，其实我觉得兽人前期他这个练级的速度啊，我觉得也蛮慢的。现在是用一个大机在那边监视 DK 的走向，然后这边兄弟们的去那边练级，骷髅看到了，看到以后怎么办呢？先把这个大机给赶走，对。
两级剑圣，然后再走。这个东西啊，还是硬刚的话，就如果说这么一个大鸡跟对方蜘蛛这么耗血的话，其实大鸡很吃亏的。蜘蛛这个骑射是可以操作这边大鸡的，但是一旦让大鸡给到近战，那这个东西就有机会干点事情了。四个大鸡全部是属于那种青黄不接啊，这帮稍微少一点点血，踢药膏都不舒服，说实话，踢药膏都不舒服。好，两个人都各享受一个药膏。现在是一二三四个蜘蛛，对 DK 等级也是比较惨。这四个大鸡啊，有机会靠上来的话还是可以的。砍这边的一个蜘蛛，我觉得大鸡从这个方向过来的话，他真的是可能想抢怪吧。这边还有个两级怪可以抢一抢。剑圣的话，一个人把这边砍回家。老牛跟这边的一个狂暴，老牛跟狂暴，骷髅过来侦查一下，单个鼻，并没有看到其他建筑。哎，这地方什么商店？对，商店的东西。我发现最近一段，我今年待会前一段时间回家嘛，头发掉了，剃了个光头，我爸妈倒还没什么意见，也没什么想法。他抓着我的手看，说：“哎呀，说你说他说我们嘛，对吧？地里面干活，这个手上有很多老茧，你这个手嘛，读书人的手，对吧？那个，当然这个话有点稍微开玩笑，讽刺我的感觉啊。说我就想说我懒嘛，但是呢，他说，哎，你手上倒还有一个那个老茧啊，你这个老茧是什么来的呀？其实是那个鼠标手。”对，我鼠标手很严重的，很严重一块鼠标手，就手基本上已经变形的那种感觉。好，砍，再砍，然后呢，他就哎呀，你这个手怎么，哎呀，这个真的是父母真的是，咋说呢，细心关注的还是很细节，很细心的。好，这个蜘蛛是被网住，想要练这个大海龟点，这个点其实还是比较好练的，因为兽人不太敢过来抓的，你也知道的。如果是大鸡跑过来被人家网住了，然后人家蜘蛛点你，你这个大鸡就死定了呀，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老牛跟着这个剑圣选择也是练门口练一个四幺，其实是大海龟，你这边也是练一个大海龟，双方其实都一样，撒把粉探一探，发现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来，这边宝物是一个护，哎，一个蓝牌。这边看一下大点大海龟能打出什么东西，好多骷髅啊！我们看到，哎呦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骷髅，我的天啊，这部队有点多呀，感觉这波人地上要挂呀，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我八个骷髅，这粉伏地扔下去，但是没有信心。二本 TR 选择了一个三本科技，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来一个二本 TR 呀。哎，这大街有这个骷髅真的很多，这波兽人还不敢硬刚硬啊。先骷髅过来，哎，骷髅不要过来这么刚啊，这骷髅过来有点松掉的感觉。兽人现在不敢上啊，骷髅已经没了，哎，刚刚有八个骷髅，现在一个都没了，全部被解决掉了。好吧，那这样的话，反正因为霍普斯坦也不是那种二本的一个 TR 大法，所以他也不急。出了这边的科多，他不急啊，他是升三本科技的。其实对于雷迪亚来说，雷迪亚来说真的是，你要是直接跟我刚，我还真有点必须得回家。现在这样的话，我慢慢来吧，慢慢来。我不后期的话，我也不虚你，二本打你三本都可以，不虚，虚什么？对，但是他老牛等级现在没法练。出魔棒这边现在是21等级，霍普斯达往后走了。我感觉这把比赛霍普斯达打不够霸气。二本如果来一波 TR， 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真的还是有机会的。好的，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我们看到 ZDR 是把这个点练掉，老牛应该是要练一下商店这个点了，这个点练完才能到三级啊。王林这边转了过个弯，还要去对方家里面吗？还要去对方家里面，但是这样去家里面有意思吗？地洞也不好压呀。老牛这边又回来了啊，就是恶心着老牛，对吧？我 DK 不练三，你老牛也别想练三，我压制你这边的地洞。对，这个走，其实这个建筑学造的也蛮恶心的，你看这个，走上去，好，打这个蜘蛛，老牛这边冲上去一发 CTP， 哎呦我操，这进账上去直接就逼出这本 TP 啊，死了一个蜘蛛交了一本 TP， 这波亏成马呀，我们看到，对不对？47人口，这波真的是有点亏，这莫名其妙跑过去送了一本 TP， 死了一个蜘蛛。一哥表示为什么不加冰甲？如果真的加冰甲的话，这蜘蛛不会死，这不是死不死蜘蛛的问题，这波的意义何在呢？好，在第二这边，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为了限制老牛吗？那我觉得也没必要走到人家家门口，我就在这个位置就这么挑逗一下，然后立马出来。好吧，现在双方可以考虑互相练一下了，你练你的，我练我的，一个回啊。好，风英勇面具，英勇面具，英勇面具。
这个点其实兽人链接不亏。哎，有个苦工在那边开两矿啊，是吧？很明显意图啊，无敌买一个。其实亡灵也可以练大点，老牛升到三，这个点这边这个蓝胖子一练，哎，这蓝胖子怎么不练掉啊？哎，这蓝胖子什么情况？不是吧，他想要把这个，有点抠门啊，我们看到他是想要待会练伤了以后再去拿这个五级蓝胖子的经验。这个什么套路啊，我有点看不懂啊，应该是这样的想法，我估计是啊，大家说是不是？我就猜测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回过去再练这个点。哎，我靠，这至高神父就这边落在那边了啊，他还要练完这个点以后再骑车，好吧，我们这样想。王林这边练完这个点，练了一半，差不多觉得点到为止，咱先闪。这我先闪。这边打了一个战歌之鼓，10%的一个攻击力。好，这边我们看到剑圣剩下是4级，药膏贴了给狼骑，血少了哥嘛，先贴一下，把这个点练下来。宝物是一个，哎，什么宝物啊？触魔棒吗？哇，这雷迪尔也是有点稍微的，这应该是勤俭持家好男人啊，大家这种感觉有没有？真的是勤俭持家好男人啊，这一波真的是不亏，兄弟们一起爽一下。哎呦，这一波真的是不亏，勤俭持家好男人，爽得很，都不带补给的，我跟你讲，本来的话这一波可以要补给一下，现在我们看到霍普斯大师毁灭一飘，跟你干。这边是蝙蝠猎头科多狼骑大街硬刚的打法，这一波两个蝙蝠小狗也拖上来，先把地洞给压掉一个，对，把人口给降一降。哎，撞一个鞋，撞死一个毁灭，撞了一个有魔的毁灭，不亏。吸一下，这边剑圣输出，剑圣有点危险，我抽一下蓝，剑圣往后面钻，对，用兄弟们来做输出，不用慌。毁灭这边点大技，牛头一脚地板踩住全部，完美。科多上去吞掉一个蜘蛛，好，剑圣把车子给砍掉，把科多给秒掉，没问题。脚地板又踩住全部，老牛这两脚地板踩的真的是100分，绝对是100分。毁灭应该要先控对方的这个猎头跟这边的这个大鸡，这边又是一发 C 给到了 Richie 这边稳一稳，再挪一下。这波我们拼的非常惨烈，基本上来说是一波强力的交换。地面上蜘蛛已经是被打光，然后狗的话也是已经差不多，又是一条狗倒下，这边一条狗也是招不住，三个毁灭还是比较无敌。 Richie 这边又是一发 C， 那地板又是一脚踩下去，一个毁灭被杀掉。现在我们看到有两个毁灭，但两个毁灭应该是都已经没蓝了。这一波的话，应该说兽人是跟对方进行一波惨烈的交换，但对方有狼骑兵啊，有三个狼骑兵的话，这毁灭嚣张不了。如果说对方没有狼骑兵，还可以打。现在没有狼骑兵的话，往下来就是跟你杀，点死一个大鸡。但是这边毁灭基本上已经被清干了，再把网网住这个毁灭。哎呀，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话，应该说是雷迪亚这边的一个狼骑兵，只要把你单位给网住，我觉得这个就得走不掉啊，我感觉啊，三个狼骑兵啊，这个有可能走不掉啊。还好这狼骑兵中了冰甲效果，我觉得还可以网一下，没有继续去网。但是这波团战打完以后，这第二的两矿的苦工都已经开始运作起来，这样的话一波团战打完以后，这第二已经是两矿运作，这局霍普斯坦已经陷入到了一个极度劣势啊，这个局面已经非常劣势了。四级老牛刚刚地板踩得特别好，几脚地板基本上把地面上的蜘蛛跟小狗都给控制住了，对，只有毁灭跟英雄在做输出，英雄甚至有些时候都会被控制住，所以这局的话ZDR 的老牛走位是非常风骚。我发现一个点，就是 Hopstar 在用亡灵的时候，他不太喜欢三发一个英雄。之前我记得有一场亡灵内战，他也是两英雄打到底，最终是被人家给翻盘。而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没有了一个小黑或者什么恐惧魔王这种英雄的限制啊，老牛走位实在是太过于肆无忌惮了。你看到没有，老牛走到中间一脚地板踩上去，你全部人都被扣得住，你怎么打吧，这个输出根本打不出来嘛。老牛地板魔兽争霸三里面最大的控场之一啊，大型控场，老牛啊，是不是？DOTA 里面这个老牛的地板也是，DOTA 里面的老牛不算是地板了，对吧？已经改变了，大牛已经变了，当年有大牛小牛组合，打了一个又是个触魔棒，专打触魔棒30年，啊，专打触魔棒啊！这边终于主要是没有，现在你看到没有？没有蜘蛛啊，练级效率特别差。大蓝瓶这东西现在来的有点晚，有点没什么用了。35人口，没有木材。000突然打了一个点点点，什么意思啊？这边一哥在分析说，单打 B 这种出个女妖过去多厉害。
这边有人说啊 ，ZDR 防二本 TR 厉害成狗了，你不要想着去 TR。这两个人也是辩论起来了。现在的话，这边我们看到霍普斯达也是准备转一个空中部队，就是毁灭加这个天轨跟他来一波。这个很被动，因为你想，如果说你真的要跟对方刚这一波的话，对方出蝙蝠跟飞龙都可以跟你刚一刚。对，蝙蝠跟飞龙，甚至因为地面上还有很多狼骑兵啊，他把你控制住，猎头加这个狼骑兵各种给你控制，大 G 已经不要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ZDR 也是凶啊，直接跟你干，不给你什么，还给你最后一波的机会，直接就是网住以后就干，这一波就是跟你干，点你网住以后就是杀。这个 ZDR 也是不含糊，一点都不含糊。我发现兽人选手打比赛都是比较热血的，对吧？这明显就是 Fly 的风格，因为他 ZDR 有一个 ID 叫是 Fly 九九，对，就这个他是刚还是硬还是通用的，但是进去大家也看到，的确是在亡灵家门口打兽人还是有点吃亏的。不过这气势就出来了呀，打比赛打魔兽就是好看刺激就霸气，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管他呢就是干，不要怂就是干。 DK 这边吃下大蓝瓶，健身往后怂一下，就是干不要怂。老牛这边被挨了一发 C， 不过问题不大，有加油卷轴，你追不上我的，你出来我要教育你了，这波可以干，怕什么呀？网住对方大棒子，然后磕头吞掉，这波可以打，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打，可以打，来骂兄弟啊，居然都已经这么刚了，不是，我要放长线钓大鱼，把你勾出来打，可以啦兄弟，这波真可以反打。哦，健身买药膏，买好药膏再打，不要慌，稳一稳。哎，这边霍普斯达也是觉得不能再追了，再追就掉到坑里面去了，掉到坑里面去了。现在是两个车子加一个毁灭，后 ZDR 也是刚啊，就冲到家门口给他干一波，该进的时候就进，该退的时候就退。哎，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46人口，哎，这波现在哎，包夹你，亡灵回不了家了，完了，这个完蛋了，亡灵回不了家了，网住你这边的哥们，然后猎头点你输出，老牛这边原地踩了一个这个正物，老牛往后钻，他现在想要秒老牛，老牛这秒不了，地板又踩了一个猎血，哎，不过也中，总共在这么几个单位，毁灭已经被杀光了，因为这猎头太多了，老牛这边又是一个 NC 连击中了一下，老牛这边雕九一开药膏一贴走人。这老牛打不死啊，血太多了，而且他跑得也特别快。雷奇这边一发 CC 一下 ，DK 这边蓝倒是很多，雷奇顶起无敌。网住这边 DK， 科多肚子里面有一个大哥，哎，这边牛头，老牛地板踩住，好的，又是一发 CC 住，雷奇被网住，老牛这边哎，老牛还把蓝牌扔下来，再交换过去一个血瓶，再吃掉一脚地板，直接把雷奇给踩死，再把 DK 给围住 ，GG。雷迪不要太凶，我跟你讲。你家门口跟我憋一波毁灭，对不对？我到你家门口先跟你打一波，你服不服？先教育你一波。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在二本科技完成以后那一波啊，霍普斯达那一波，我觉得有机会是来一波二本 TR 的。不过呢，坊间传言啊，这个一哥说啊，不是一哥说，反正有个人说啊，他的 ADR 呢扛二本 TR 很牛逼，到底牛不牛逼呢我们也不知道，回头我们有机会做个视频好吧。这个一切以视频，一切以比赛录像为基准，就不能说你他说牛逼就牛逼啊，对不对？牛逼这牛逼不牛逼要时间认可的嘛。好的，也是恭喜这边 ZDR 打得非常的刚啊，也是对兽人选手的确是要有刚热血，对吧？热血兽人嘛，从之前的 Fly Like 都是比较刚的。好的，今天的比赛这边我们下次再见。